特斯拉 Model S/X 又涨价，长续航版上调3万元。凤凰网科技讯10月27日消息，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 ，Model S 长续航版、Model X 长续航版价格均上调3万元，当前最新售价分别为88.999万元、93.999万元，预计交付日期均为2022年1季度。Model S/X Plaid 价格不变。据了解，自今年1月28日。正式在特斯拉中国官网上线以来，现款 Model S 长续航版涨价幅度已经达到9万元，刚上线时公布的售价为79.999万元。此外 ，Model S Plaid 版已于今年6月上涨了6万元。10月24日，特斯拉美国官网也显示，将 Model X 长续航版、Model S 长续航版车型的售价分别上掉了5000美元。在不久前举行的2021年度特斯拉股东大会上，马斯克提到，特斯拉正在高速发展，但前提是芯片短缺问题能尽快缓解。马斯克还承认，由于供应短缺，特斯拉不得不提高汽车价格，但希望这只是暂时的。